六缸的宝马5系极速能跑多快呢？这期带来宝马545 E 插电混动版，今天看下它的0-100加速和极速，车主刷了一阶。搭载 3.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电机组成插混，最大马力从原厂394匹提升到520匹，匹配8速 T 变速箱。下面先听个声浪，测下100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3.8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先测下100到200加速。100到200用时 9.53 秒。最高车速254，非电子限速，这个加速怎么样？欢迎讨论。